我们今天代志是袂麻烦你。什么代志？哎，什么人？伊就是海西瓜秋波真正凶手。哦。所以我根本无台西瓜秋波，是甲赵明调工陷害我，才害我去用同情。原来如此。罪孽啊，罪孽！阿伯，我通知我较早的同事赖彪的。 该带恁去调查，啊！不过我甲小雨拢无面出面，所以想要麻烦阿伯替阮甲人交伊。最好代志，我应该斗三工的。喂，小明，是我，林世明。 你，安娜，想袂到吼，你派来这个人，即摆已经伫我的手头啊！你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啊！嗯，准备去吃面食饭啊！你即摆在讲啥？莫搁提醒啊！瓜秋波明明是你叫人杀死的，搁想要叫我担？你即摆在讲啥？我听无啦！瓜秋波明明就是你开枪拍死的，搞啥物地带？你搁想要乱我？好。 你到今嘛还阁唔肯承认，把我逼，非得我的家人送去警方，死到，你家己慢慢来向人解释。喂喂喂，太子在八卦安尼啦！哎，董事长，什么时阵来？绝对坐啦，坐啦，坐啦。 看你的心情，敢若真差，有代志是无？无啦，哪有啦，无啦，无。第二日选手有什么变化？我真的有可能啦，董导，你对我对我有信心。彭世杰这菜鸟啊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无可能赢我的啦。啊，无就好啦。啊，对啦，董导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啊，是安尼啦。 拄则我有去参观这个哦观光渔港，较主讲保养来，甲伊结合起来，较是有影袂歹。将来一定赚大钱的。哦哦，这是当然的啦。董导，你这样支持我哦，以后若有啥物趁钱的事业哦，我一定找你合作。<笑>对对对，那安尼哦，你就好好拼选举，较主讲若选掉这个地位呢，那咱计划呢，就要顺利来推动。好，好，我一定尽力，你放心。啊。 啊，就定，唔好代志，我上来走。好，董事长，顺家顺家，顺家。即马连林静就伫丁世民手头啊，伊得赶紧想办法处理。这周明明是走够强的，郭秋波也唔是你杀的，够安尼陷害你。好，我知啊，你也够细腻呢。 哎，科长，大哥，来来，阿姐阿姐，科长，来，我拄则得到消息，原来台资关议员的人并不是丁世平。安尼哦，哎，是讲你哪会知啊？向哪里讲？我讲啊，今嘛我无需要骂你呐，是丁世平甲我讲的。阿姨讲的话，敢会当信呢？伊无必要骗我。 而且伊讲，伊是掠着周渝民的细汉的，才知影这个真相。即嘛，这个凶手已经送往警方啊，经过案件，真去都会公布出来。唉，像我甲周渝民合作，安尼替伊的卖命，两种公安得到荣华富贵，伊定是也迷茫，想要到讲，到尾啊，唔那啥物拢无得到啊，家己性命拢赔入去。 今日若无法度，台前咱就甲考工人用听，最后才会补干咧清仓落票。即马既然知影讲周渝民就是个作假人啊，绝对袂当互伊干咧继续咧逍遥法外啦吼！一定要替秋波讨这个公道。即马既然知影是周渝民派人杀死郭议员，那安尼教唆杀人这条罪名，一定找袂起。
我是感觉讲卖花应该收早，周一鸣一定阁想办法脱罪。但是你也不要依靠伊再条脱罪。我不管最后是不是有罪的，我就是要回去的报应。你去决定一下，跟我一鸣若开始钓着迄个人，你马上把黄山放出去。反正个意思是，你应该要甲周一鸣为一定会为诱落来嘛。真可惜无成功，这届是真好的机会了。只要个这个代志无大，社会对伊风评就愈来愈差嘛。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你是讲这个时阵会使讲，以应用这个机会，明仔的名义，甲罢免，然后改选这个议长。哎呦，是是是，我等一讲，等一讲久，这个代志交我，我随来处理。邱科长，就是那个周英明救落台。伊嘛袂乖乖认输啊，事后一定会派家己的人去你前一个位的，落唔对。所以咱这边马上就遴选出来选议长啊。爸，你心目中搞有咩适当的遴选？当然有啊。我咧上好啊，快要停下来，咱就要趁早跟准备啊，你哈。到目前，我心内上理想的遴选，唔是别人啦，就是你。哇！哎，太客气了，我是你的家臣，你就要听我出来选议长，另外摆设。我唔是跟你滚生笑的啊，我是真认真的跟你讲，我是感觉讲，你已经有资格坐这个位啊。多谢爸，谢谢。导演，你卖看见你家己呢？即阵你定下要陪我走摊，我想较清楚啊。你个性开始改真济，做代志态度嘛愈来愈稳重，过场绝对袂看唔着人个呀。尤其是即届吼，咱若彻底甲周一鸣拍败，所以选举这个代志，敢若会当赢袂当输，我袂用这种代志来滚生笑的。我知啦，想办是怎样。做感谢你诶，啊！我以前咧做唔得遐侪代志啊，出遐侪差错吼，啊！你到即马过来信任我，万一我一个机会，能讲真诶，我出感动来咧。无计啊，人都唔惊做唔着代志，上惊是做唔着代志了后，阁唔知影反省，唔知影悔改，阁再甲你找理由啊！这段时间我有看啦，你是真用心咧改啦，哦。所以咧，我决定送你出来。啊，你家己敢有这个信心？爸，当然冇信心，只要你信任我，我就信心十足。你放心，我来出来哦，绝对会选赢。对，就是有这个气魄。好，那这届，那你也当选掉局长，啊，也当选掉李伟，真正会当替地方啊做真多代志。爸，最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已经。变到底啊！我今晚出来找一林员来做一晚，跟人参加了联署罢免的代志。哦，喂，这么吵了安怎？阮的细汉呢，真正是我阿爹的单位的。大家拢是老朋友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无论如何，你也甲斗三工，替我调解啦。是是是，是啦，我知这案件重新调查哦，你的风险真大啦。啊，无你甲斗三工啦，你甲阮阿叔来讲一下，火力请时开的，伊若愿意甲所有的罪拢打落来，我就照顾伊全家啦。啊，伊若无愿意打，硬要拖我落水，我保证因全家拢会陪葬啦。哦，我知影啦，是不是会成，都要看伊决定。好啦，你找一个机会，讲这是我的意思。好，好，你有消息再联络我。好，好，多谢哦，多谢，多谢。老员，啊，这么着急找阮来。是甚物重要的代志啊？这代志是安尼啦，这干巧面真正无法无天啊！咱议会内面绝对袂使容忍这种人，所以咧，我决定要甲罢免，希望咱作为联署哦，叫伊落台。
安怎？你那个惊伊哦？唔是讲惊伊啦，啊，不过即马议会势力嘛是伊上大啊。就是啊，我看吼，到时阵也是叫伊袂落来，等到咱的满面战大会呢。嗯，放心啦，即马情势无同啊，无计若无十九个爸，伊嘛唔敢找你讲这件代志啊。哎，找你放心啦，我得到一个情报，真可靠的消息。这个干巧面真有可能就是教唆杀死这瓜秋伯的祖先，你该想看没？到时用这个代志来去逼空，一定会危险坐落，对？哦，我就知嘞，秋伯伊台啦。哎呀，大议员呐，啊，你讲的敢是真呢？这种代志吼，但是无证无据，免了白讲嘞。你绝对放心啦，我有去查过，警方这么抓到迄个凶手啊。拄拄好就是江巧明身躯边的细汉嘞，你家己想看卖这件代志是毋是甲江巧明有关嘞？嗯嗯，像我前嘛做过议长啦，虽然后来是我过周云明那边嘛，啊，不过讲起来，甲大家交情嘛拢袂歹。伊即马去有周云明害死啊，安怎讲，咱嘛爱替伊讨回一个公道，互周云明受到报应。对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替伊讨回一个公道。这个江巧明漂白太久了，咱一定要趁这个时阵好好个驾驶。假使讲无趁这个机会，无是要趁什么时阵对？嗯，这周云明哦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恁家己来想看卖，瓜秋伯对伊遐尼死忠哦，结果下场是安怎？连骨头都无通啊啃。所以咧，咱无论如何哦，绝对袂使互伊背上关。假使讲有一天真正动算立鬼。咱敢有好日子通过？敢讲要叫咱一群人拢坐在等死着？嗯？啊，老局长啊，啊，恁阿拢唔讲话，啊，你的意思咧？哦，恁免问我，一件代志要叫他做主啊。恁若信任伊咧，就对伊行；若唔相信伊，那就随人过性命。以后周英明若要对付恁啊？恁家己都要较保重啊！两位议员，安怎？为什么对我老婆子好啊？跟这个江巧明拼这赌？你们个想遐济啊？惊惊未着顶！你即马人去惊周英明哦，即世人都叫食死死啊！嗯，好啊，啊无缠缠甲伊拼落啊！嘛唔对啦，马上我一分啦！嗯，好。有恁的支持，我的信心十足。恁做得放心，这个把柄啊，绝对会通过，而且一定会叫伊落台。受到这议长来这要改选的，我会跳出来选。哎，你嘛好好来搞支持一下咧吼。啥？啥？哎，你要出选议长？哎，你要注意完啊！莫吉亚选议长，这是我的意思啦。但讲恁认为莫吉亚不适合？无啦。我无迄个意思啦。是啦，我无安尼想啦。嗯，其实咱讲真嘞，我嘛毋是讲啊，要跳出来抢这个位啦。是讲这江巧明，假使可能真正叫人罢免，遐杀落台，你甲想看卖，伊是咪派人出来选？是搞这议长，我拼到真车拼，车拼到真厉害嘞。所以我愿意跳出来担这个责任，我做先锋无要紧。吼，这个工课哦，毋是遐尼好做诶。就伊们老机会，一定会阁出来找麻烦。所以讲哦。你有兴趣要出来选的，我赶快来支持。我看，无咱那是支持罗议员啊！是啊是啊，我绝对会听你啊！多谢恁的支持，多谢恁的倒沙岗，咱就有这联署罢免改选开始，全力甲拼落，好。嗯，没问题，这摆吼，就该拼落去。甲罢免，一定要赢。好，感谢，好啦。叫侬台式的歌曲，实在真过分了。所以咱今天来签签的吼，做一摆罢免。好，来，还免客气。对啦对啦，我拢已经签好啊。是啊，我拢签啊嘞。哎，你这创啥？等下，这啥物？哎，这是啥？难搞未？来讲到这哦，就连署书啦。我们要重新改选来罢免这个议长，所以阮即马要拜托这个议员做位签签的，麻烦你先到边啊，卖妨碍阮做代志吼。罗伯基啊！你唔通想超过哦，你抓住我无你还。
张教练，他的心内诶，仔仔，你到底做什么代志吼？唔免阮讲，我是咧讲这个余威所有人的名声。他这代志还未播真大条，先紧叫你落台，较免甲阮所有机关个拖落水。对啊，咱议会竟然出一个台西议员的议长啦，吼，真正有够见笑的啦。就是啊，他说你也是知影分寸吼，归去啦，家己先死死的啦，啊，变到到时阵吼，互俺咧罢免落台吼，歹看啦。你敢听屁啦？等我立委选掉，我一定要让你偷看。哎呦，笑看人安水，有够好笑，讲啥物要选立委，今麦搁咧笑想要选立委，啊？你叫人台戏歌手要这条，就算我唔是死刑，嘛是教唆杀人罪，这我那真重嘞。但教别人讲真嘞，你的报应已经到啊，偌无记啊！你无证无据哦，你唔通安尼乌白乌赖我哦。赵英明，卖对我讲什么无证无据哦。即马咱议会内底，大家拢听到风声，而且哦，台戏树木我也拢抓到啊嘞。听讲是恁细汉，我看你这边哦，安那出罪啦。恁真正是莫名其妙诶！好啦，你有啥当证明讲伊是我诶人？就算讲伊是我诶人，阁安怎？迄是个人的行为，甲有啥物关系？恁俩阵来拖来拖去，都得陷害我。你毋免讲安尼啊济啦，非得这件代志哦，一定甲你有关系啊！对，无论如何，你也往所有疑问一个交代。我相信，我以为所有同事拢是要了解讲，歌手要是安怎死，到底是安怎死，实在是太冤了。歌手要死。是一件法律案件，这么代志都要查清楚，你是凭啥叫我落台？哎呦，就是因为趁代志还未查清楚，卖愈不愈大条，以前阮先罢免你，让你紧落台，较袂讲大家拢叫你拖拖拖落水，哎。叫我落台，凭恁几个人，你敢不知掉？赵一鸣、甘巧明，想要试看卖，无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叫是其他议员。做一遍，来签这个联系书，然后甲你罢免，让你落台。对啊，来个试看卖，我一定让你心服口服。哦，所以员啊，行，咱来别位签。对，行。罗无忌啊，你莫来怀疑啊，首长，你敢安尼甲我创，我以后一定让你死啊真歹看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报纸顶面写的呢，这议会呢在发动罢免周永明的提案。哪有这种代志？听讲秋波的死是周永明指使的，什么代志报这么大条？这议员为了要顾着议会名声，所以这议长啊要改选。亚辉，大家拢讲周议长有问题。我看你唔通阁急点点啊！你爱赶紧甲伊找落你，唔通阁甲伊合作啊！你想卖急啦？但是报纸顶面所写是真的是假，咱嘛唔知啊！我先去甲代志查清楚，再来做拍算嘛！啊！我今日到时阵都袂赴啊！亚辉，到这时阵你唔通阁丢丢啊！洪太太因讲遐尼侪周一丁的代志，你都唔相信？啊！不过即卖。已经有人出来作证，讲周会长杀死秋伯啊！你想看卖呢？以后阁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嘛免讲为了呀，因遐人讲迄几句话，就失去我心里上的利益啊！我甲你温存伫咧啦。啊，不过你家己嘛有讲过，红水坡为着要救你甲小珍，连家己的性命都袂伫啊！敢讲到即卖，你还阁对伊袂信任？经过这几摆事件，我真正感觉恁真有可能误会红水泡啊！参像周会长迄种人，根本都袂用信任。你若跟我斗三工，我惊会参像因讲的，你下场真正会甲像我同款。好啦，卖阁讲我啦。我知影秋波啊是我的大恩人，这个代志我一定查个足清楚。别叫白白牺牲啊！哎呦，这是报纸乌白写，你千万唔通相信啊！你放心啦，我一定马上去告伊，告伊诽谤，我绝对是清白的啊！
好，干嘛？就安尼。董董，下水啦！你家讲个清楚，秋宝真正是你叫人害死是无？我哪可能做这款代志？这是报纸胡白写的啦。邱永明，我就是看在啊，秋宝跟你的交情，才一直跟你斗相共。假使讲秋宝真正是你害死，我绝对会替伊报仇的。董董，你莫这么生气啦！你听我解释，我哪可能做这款代志啊？报纸已经写个足清楚啊！人也已经抓到啊，啊，无这是假的是无？你莫互报纸这个无影无迹的代志骗去啦！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拄只警方有找你问话啦。假使若真正是我害死关秋波，我敢有可能会转来？敢有可能坐车跟你讲话嘛？警方手头迄个人确实是害死关秋波的凶手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跟伊无任何的关系，就是警方查无，我跟伊有任何的牵连，才会放我转来，还我的清白啊！既然安尼，报纸出来写，这哦，这拢是偌无记，才讲无偌外啦。你嘛知影，这么竞选期间，真侪咧跋扈对手的啦，哦，拍歹对手名声，这款代志定发生。当当的啊，你跟我合作某一段时间，我做人你应该了解，我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你讲嘛？我听讲，这个议员大家联署要罢免你这个局长，既然家呢？敢不连来说叫骗去是无？这同款，同款是大埔给你变鬼变怪，无遐尔简单吧？该选人，假使讲若无充分的理由，那会再乌白来嘞。我看呀，应该是你的问题较大，要无想到这尔一个人，伊连厝边来罢免你。懵懂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。这大埔记哦，野心实在真大，你唔知。伊伫少上局长一个宝座，我做局长。伊就足唔甘愿嘞，想空想胖，要甲我扣来。即个发动什么这改选案啦，这是借题发挥，绝对袂成功的啦。秋宝的死，真正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？我当然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我袂骗你啦。董董，咱即摆是一个共只船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你嘛知影我甲秋宝的关系，看是啥物人害死，我一日都袂放伊煞。无唔对啦，这是当然，我嘛袂放伊煞。哦，我来做。董董，来上家，上家。董耀辉，你唔免甲我呛声。就算讲你怀疑我害死秋波，阁安怎？等我刘毅选调，死到要拼起来，死的人是你，唔是我。阿明手骨的伤，唔知影好未？人唔知影即马安怎？阿伯哦，互咱这走路真正就有效的，你的工作已经好真济啦。我的伤好个差不多啊，这马伤好阿伯，伊一人倒伫厝的。无人照顾，一定就无方便的。是的啦，是我问侬，我不应该放伊一个人走来找你。啊，小云，我唔是咧怪你，你若是无离开，周云明一定袂放你煞。我只是用用想起嘛尔。咱今麦先卖讲遮啦。迄天咱抓到迄个人，阿伯已经交警方人处理。是讲唔知即摆处理了安怎？照道理讲，迄个周云明应该是向掠去问话啊。你看，即摆讲这新闻呢？有关嫌疑人柯秋木枪击命案，目前有突破性的发展，凶手已经坦承。枪击柯秋木是他一人所为，与之前谣传议会议长周一鸣指使完全无关。之前凶手会指证议长唆使杀人，因此受他人指使，
这点我们正在做深入的调查。但是你变到安尼，这哪有什么好奇怪？一定是周明星办法锁掉的，感情家拢无法度治。你莫这么失志啦，上无这么用说清，你提起郭秋波的罪名。这哪有什么路用啊？过去我所犯的罪这么多，就算讲无郭秋波这条，我嘛是同款用判死刑。世明，好了，小月，你们够安慰我。我只是感觉对你真实嘞，因为我过去所犯的罪，啊，你即马爱对我过去种多无的生活。你妈安尼讲好无？阿公婆本来都爱扛家扛命，有真多困难，当然要互相担。我看你拄只真尔烦恼，无安尼啦，咱来去金庙娘娘遐拜拜，希望伊阿公婆比妈妈平安健康无代志。真正我气死的，你有看新闻无？这干巧要竟然把这规个事件怎那个收掉去啊？有啦，拄则我有看啦，是头壳苦，竟然安尼搞闪过。哎，但是我变了较好，我先想话咧，这干巧的美术敢若十八期就共款的，咱每一个人拢想讲这边温室无啊温静的，想袂到安尼琐琐的，搁平安无代志。你无考虑一定要你好运啊，吼、哦，你也无必要失志啦。这个代志，我会过去了解一下。迄个诈骗疑点的计算人，你著继续推动。哦，虽然这条罪啊，伊即卖叫伊死很大个，啊，不过规个社会对伊印象已经作歹啊，大家拢认为伊甲黑道绝对有关系。你著顺通杀刀枪，这个诈骗人一定要好通过。爸，你最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拼，绝对甲拼到底。这边绝对不要干戈面，结果车奔倒，还为伊点个报酬杀下落来。真正要结婚，所有人看到贴啊，拢会甲我讲真恭喜。我想，你应该是讲袂出嘴吼。当然啦、啊，我哪有可能甲你讲恭喜？你根本是 stupid。好啦好啦好啦吼，拢到这种地步啊，我知影我讲啥拢无路用。哎呀，我看还是来跟你参详哦，你婚礼了有啥物拍算？嗯，妹妹，婚礼迄天股权啊提到手，就赶紧去甲阿贤办过户的代志，然后赶紧闹跑。来，这你摕。这是啥？迄天的机票。我若离开，前面要安怎？啥物对付？哇，因兜边啊！够阿贤误上瘾，以后就完全无你的代志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哪会袂用的啦？拜托，莫阁甲我想这好无？阮无可能目睭金金，看你和周一鸣糟蹋伊。迄天我会甲你斗相共，完成所有计划，然后你就想办法坐飞机离开台湾。好，紧啦，机票紧收起来。聪明，你对我真正足好诶，替我想遮尼济，我真正足感动诶。妹妹啊，我看你心情敢若无啥好，你是安怎？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听明明讲啥物，互伊足感动诶。因老闽啊，你是做啥代志，互明明遮尼感动？哎呦，哪有啥物啦？哈，哎，阮拄则是伫讲你，讲我，讲我啥？聪明哦，拄则伊考劝我，叫我搁考虑一下，卖嫁互你啦。
烟斗面啊，代志行到车，你阁唔死心哦？这点话，绿女朋友就甲做生意同款，无到最后，我是绝对袂放弃的。聪明，我知影，我阁有你对我的情意，啊，不过伊明真正对我足好诶，我甲你支持也是无可能啦。烟斗面啊，有听到无？这是明明清楚讲的，你应该知影死心啊吼。好了，我认输。队长，我真正输你，啊？对啦，安就对啊嘛。对啊，明明啊，你拄则刚来创啥？我看下。嘿嘿嘿，队长袂用的啦。那是我写给明明最后的情书，你袂用看的。对啦，聪明哦，拄则就一直要提给我。哎，真啦，明明啊。不要紧啦，明明啊，你做你个收起来，我袂真哩无风度啦，你放心啦。李丁，这是你讲的哦，绝对袂去偷看。我当然袂看，你放心啦。明明，既然局长这么有风度，就请你收起来，至少要保存。到婚礼一天，因为这代表我对你一片的心意，无定着你看了，阁有可能回心转意哦。林大敏啊，明明将来幸福是我来负责任，跟你无关系，你唔免烦恼这么多嘛。啊？哦，对了，明明啊，咱唔是约好啊，要去百货公司买物件。现在时间差不多啊！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明天收收。来，林大敏啊，你唔免伤心真我啦。我最近的运气哦，真正是好甲挡袂牢啊！拄啊，警方才宣布郭秋木的命案，甲完全无关系，就算讲我结婚进前送我一个大礼啦。哈哈哈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我多谢你啦，我唔是讲过啊。我是清白的啊！金宝娘娘，请你保庇，保庇阮阿明的庆祥会好起来，嘛保庇伊甲小雨两个人拢会当平平安安。真侪话想要甲妈妈讲，想要当伊的面叫伊原谅你，去入去啊！这个机会真难得，你知无？紧的啦！收养我，栽培我的苦心。你辜负我不要紧，为的这是我的命，应该是我顶世人欠你，所以这世人才来还你。
啊，不过你上无应该的是，你无应该伫金木娘娘面头前讲白菜。你刚伫金木娘娘面头前咒诅，讲你的改过自新。啊，不过你还是继续在做歹代志。你都是因为安尼，今仔日才变成这块的下场。我是真心想要改过的，是确实逼到我无得回头的。弄到这时阵啊，你可想要辩解？妈，我的个，我不应该怪你，我应该怪我自己。我一开始就做唔对，我不应该收养你，不应该无甲你教好好。我是做老母的，会这么失败。今仔日应该受到天外的人是我才对。妈，你莫安尼讲我吧，你如安尼讲，我心肝就愈艰苦。我知我对不起你，妈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要安怎原谅你？就算我原谅你，天公伯啊，敢会饶恕你？就亲像你即马，躲得过一世，敢躲得过永远？躲得过法律的制裁，敢躲得过你家己的良心？妈，我知影即马讲啥拢袂好啊，我无资格。我要求你原谅我，不过我想要跟你讲，我是真正知影我自己做唔对，只是啊，我无得报答你的恩情。不过后世啦，不管是做牛还是做马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赢。可是，哪有一天？我不好，就离开。心爱的妈妈，你敢有勇气？妈，你一定要保重你自己。我拢有听，不免为我挂念，不通为我烦恼。我思念你，就亲像你思念我。有妈妈想着你，我的心会悠悠啊。我嘛知影，无我伫身边，伊会孤单。这边有人来啊！阿明，妈，你还保重。你上爱听的歌，哦妈妈，哦妈妈，我永远是你的心肝疼。啊！你报地起来，真正有身份的感觉。时到吼，一张就换一张咱结婚大头张的相片挂在遮。明明啊，你有幸福的感觉？有啊。真正有啊！你无骗我。我骗你要创啥？你哪安尼啦？咱已经是翁仔某啊，你若拒绝我，都好亲像我是新婚人同款。聪明讲了无唔对，我哪有可能甲周一鸣做伙生活？明明，你今仔日想啥？无啦，是你拄则像安尼，我惊一个，而且吼，我嘛无介这种感觉，就参像是你甲我结婚。干那想要得到我的人，不是真心要跟我做伙。明明啊，你哪里想啦？我绝对无这個意思，你莫误会我。我是一时情不自禁啦。你若无介这款感觉，我害你回失礼啦。你莫怪我好不？明明啊，你放心啦，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疼惜你，好好保护你，
绝对无咧受到任何委屈。我相信你。来，咱去客厅，下晡吼，咱买物件，小整理一下。不想怀疑，你在想啥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？你要人讲这番话？我所犯的罪，顶顶塌塌，除了你，恐惊无人会原谅我。像我这款人，孤寡在这世间做啥？你安尼做，我家己囡仔是要安怎？小孩是嘞，不是我无，拖累恁爸囝。我才拄只妈妈骂你，你会感觉足失志。也不过你应该知影，妈妈其实是咧鼓励你，希望你能振作起来，重新做人啊。袂好啊，一切拢袂好啊。拄只妈讲的无对。就算我妈都会过一世，敢都会过一世啊？我都会过法律的制裁，敢都会过我家己的良心？我想起遐和我陷害的人，因厝内底人一定到今嘛还阁真艰苦。我确实哪会这样子讲话，替人民做迄种代志？我确实。是讲你真正已经忏悔啊！你以后只要好好做人，弥补你过去所犯的错误，我相信大家最后一定会原谅你的嘛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？